LED 照明应用持续增加，雷迪克11月份的合并营收达到1.07亿元，月增11.6%。那整体的业绩呈现淡季不淡。由于呢 LED 照明需求将会持续畅旺到明年，再加上雷迪克的产品具有寡占性，因此法人是预估雷迪克明年的业绩可以大幅优于今年。